这位年逾八旬的老人是河南日报社退休的摄影处老处长周书立。老人家更愿意说他是一名摄影记者。退休之后的他开始系统整理近四十年积累的胶片。这个影像世界里有他的青春，他的回忆。这也是五六年拍的，我刚到报社，那个省委南院儿，有一个一株昙花，36朵，这是一部分，很少啊，昙花也那么多，同时开放，叫了新华社记者、河南日报记者我们两个一块儿去了。到那儿，我搁那儿拿住这个昙花，我看着，我问他香不香。新华社那个记者还给我拍了一张，发到香港去了，香港用了。这就是我到报社第一次去出去采访留下的第一张照片。这张照片拍摄于1956年。那年23岁的周书立毕业分配到河南日报社工作，摄影对于学习美术专业的他来说是既陌生却又充满好奇和未知。我不是学摄影的，我就是学美术的。我到报社了以后，我一窍不通。我来报社以前，我根本就不会照相机，我也摸过照相机，那我咋办呢？我就是慢慢的跟着老同志学习。周书立开始跟随老师走上街头巷尾，去到农村，新闻发生现场，城市流动的瞬间，百姓的笑脸，他边走边琢磨，边拍摄边总结。我照一次照片，我把它这个光圈、速度什么我都记下来，然后我再看一下那个底片。这一次我拿感光不对了，接影不对了，我取景不对了，然后我就下一次再拍的时候，反正这几年，我就是这样在学习。一张张胶片，一页页修正，一本本的时光，周书立的摄影技术在实践总结再实践之后得到提升。为了更多了解胶片摄影的流程和难度系数，我们来到了摄影师夏燕的传统胶片暗房。从前期拍摄到显影、冲洗照片，每个环节都有很高的要求。就是我们得到一张完美的胶片，它可以对后面的呈现有很大的余地，这个完美它需要有精准的一个曝光的时间和后期一个很好的显影，让它还原于它的一个影像的影调。周书立在完美的标准下成长成熟起来，他开始独立拍摄胶片，相机在更新换代。然而对摄影技术的要求却始终如一，他拍摄的题材越来越丰富，遇到的状况也越来越多。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关于猕猴的拍摄经历。你这个有没有自然的猕猴，你有这个自然的猕猴，你才能定你这个地区是猕猴保护区。所以他们让我去给他拍一个就是自然的猕猴在这个区域有，来证明这个事。猕猴的活动区域、活动时间、猕猴的习性等诸多问题都需要在等候中去发现、去捕捉，这是一个漫长而未知的过程。它这个猕猴呢，它就是一个猕猴群，每天早上来这儿聚会一次，然后都分散都走了。你还不能惊动它，你要惊动，离近了你拍不到，
你要离得远都非得拿那个长镜头去拉住拉一下，有时候他来有时候他不来，你他不来的时候你不等空了吗？说就等了两三天才拍到了。我这个区域就是有猕猴，它就建立现在就是所谓的猕猴保护区。在众多的拍摄题材中，文化艺术逐渐成为周书里拍摄的重点。全国各地艺术名家，河南本土的演出，新剧目剧照，下乡演出，有些题材他一拍就是几十年。常祥玉采访我从1962年开始采访他，一直到我退休1994年，30多年我都跟踪采访他。豫剧三团、戏剧界的就河南省的这些剧团，大不说你像河南的五大流派，那个四大名旦，所有他们这些人物积累的都有。河南豫剧三团的演出始终有周书里拍摄的身影，城市乡间、徒步转场、搭台唱戏、台前幕后，一切都在他的镜头中呈现留存。那时候他们下乡演出都是扛着油灯下去演的，都挂着马灯给演出，拿着行李拿着道具，自己搭台子，自己制道具。那杨澜成都说，咦，你念都说你是俺三团的演员。他不是专门为拍一个剧照或者宣传一下，他要拍我们这个剧团的这个人的思想，怎么样为群众服务，怎么到基层，而这样的就是人的程度，它不是简单的就是一个画面，瞬间的回忆很厉害的。1962年，周书里拍摄了一位特殊的人物，他是一位豫剧大师。舞台上，他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；舞台下，却平易近人，如家人般温暖。他就是常香玉。之后的40多年，周书立持续用镜头记录下常香玉不为人知的一面。常香玉那是我一开始采访，我就是目标很准确，我就要系统地抓他，所有他的一些大的活动我都跟踪去采访过。他的舞台不是说就是这个演出这个大舞台，他的舞台到处都是，这个是工地上啊，在列车上啊，战场上啊，反正都有。这是在1984年，在湖沟县，那就是群众围的啊，唱的非要他唱，但是后边人又太多，他看不见。他就没办法来了个小板凳站上去就唱，正月初二春节期间，然后给群众演出，这代表着常香玉他这个心系着人民群众。所以为什么病故了以后呢，国务院追认他为人民的艺术家，那名副其实的他心里的确系着人民。生前有时候俺俩有时候他很关心他这个戏剧的继承，他这个继承的话有时候都有时候想留一些东西，我就发现他想留一些，是不是想出一个画册呀，我就给他探探摸过这个底儿，他也有这个意向，他就说把他的所有的资料存的资料都给我了，
我都把我的资料也弄起来了，后来因为我身体不太好，也有些原因没有弄成。所以他病故以后，我这个事儿一直挂在我心上。为了把常派艺术更好地传下去，周淑丽与常香玉约定，为常香玉出一本画册。常香玉的离世，他出画册的心愿越来越浓重。带着对故人的承诺，周淑丽老人开始系统整理常香玉的相关资料和胶片。每张胶片内容、拍摄时间、照片背后的故事，老人都在一一梳理。这是一个看似细微却又浩大的工程。我们报社的资料是见报的交，不见报的都自己留着了。所以我一退休以后，我就系统地把我所有的手里边的存的底片我都整理出来，大部分都按着类别拍着放着。几十本几万张胶片凝聚着周淑丽对朋友的承诺。报社开启了另外一项繁重的工作，在海量的资料里找出与周淑丽、常香玉相关的文字报道和胶片。为了更有效保存传统胶片，河南图片社开启了胶片转数字的工程。我们正在积极地帮助他，这个把这些照片呢完全全部数字化，然后呢再出版他个人的影集。这个帮助他个人呢，就策划周淑丽的这个个人影展，这些工作我们都在运作过程中。图片社启动了胶片转数字的工程，这不仅能更长久地留下一个个永恒的瞬间，在胶片转数字的过程中，常香玉很多珍惜的照片初次与观众见面了。他这回家，这是他母亲常香玉，他俩吃着他母亲做的那个包子，吃着香，给他俩人高兴不得了，我就抓住他们这个镜头了。我们就觉得这样照片特别有价值，因为我们看到了大师是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一面，就大师他在这种场景下他也不忌讳你来拍我。我觉得这是常香玉大师也一个非常非常可贵的一点。那他拍下来的也是把这种非常温暖的、非常有人情味的这种照片能留下来，我觉得这也是他作为一个摄影记者非常了不起的一面。我跟着采访，我就不像是记者，都是有时候好像他家里人一样保护着他。当下的时光对周淑丽老人来说多了几分从容。常香玉画册的样本已经达成共识，不久画册将面世。这是他送给老朋友常香玉的一份沉甸甸的礼物，一份如亲情般的情谊。在周淑丽的影像世界还有很多传奇，他们是老人最大的财富。